开台喽！好，开起来！开呀！八点钟，开台啦！八点啦！八点啦！我的小熊猫怎么都长大了？他怎么长这么快？他怎么变大只的了？你的小只超可爱，长太快了，谢谢。怎么瞬间就变成跟波波提琴一样，吓死人！哎、欸，真的好快哦！好快哦！这边是我放生长加速，但是呼吸都会变胖哦，好猛哦！我好壮壮，你懂啥呢？那你真是壮啊！这样有尊重你吗？有没有？哦，你尊重啊，你真勇啊！有啦有啦，你很勇，尊重尊重，哪次不尊重对不对？最 respect 了。有啊，十二个轮都来啦，我们今天要来我们的红绿灯时间。好耶、欸！好耶！耶！啊，他也有做了一些新的更新，我们直接就先来体验他的新地图。现代社区、哦哎，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啊，游完之前，来来来，我被掉到坑里面了。你是掉到哪里了？哇，很强哎！对，还有这个好康的东西，大家都可以来。喝了不晓得效果会是什么，不过有什么效果？哦，你说这个啊、哦？夜视抗性回复宝石。哇、哦，虽然是好的哦，哦，这么强！我的全身充满了力量。哇，这就是所谓的西瓜之力。作者弄的，作者弄的，好不好？作者弄的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给巧克力看就不对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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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他看一下。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，很猛的。你可以放在这箱子里。他真的有？那么邪恶？真的有？那么邪恶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那个猛的，现实版的。不需要不需要。现实才有。那很赞诶，看一下。那很精致诶。不要不要不要。精致的呢。那我们就先。最基础的模式哦，好，最基础最简单的啊，四分钟，我们之前好像是四分钟吧，嗯，现代社区哦，就让我们来走走看看，好，随机一个坏孩子当鬼，当鬼，当鬼，耶。虐蚂蝇，虐蚂蝇，哎呀，叫什么？哎，我叫虐蚂蝇。听起来怪怪哦，怪怪的，好像是怎么读的样子。啊，那记得哦，那个红灯被孩子解救是没有无敌的哦。哦，哇，对啊，因为基础模式其实它，哎呦呦呦，后续的模式其实我记得都是对鬼来说比较不利。反正简单说，现在这模基础模式应该鬼比较难呐、啊，我们鬼鬼加速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走起。哦，好的，好。谁在烧？蚂蚁在烧，不用管他。好小哦、喔，这个真的是小社区呢、欸。等等，小社区是不是？社区真的很小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小啊？太小了，不知道躲哪里啦，太小了。我是觉得这社区很小啊，波波应该可以买给我们一栋。毕竟只是个小社区嘛，波波。真的很小哎，没有。来咯，这么小社区送一下应该没事吧？躲哪里呀？嘿嘿嘿嘿。这进不去哦，这进不去哦，这干嘛啦？进不去，为什么进不去？还有进不去的屋子哎。有人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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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这个地图，这个地图也太莫名的吗？这个好小哦！这边吗？啊！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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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小一个哎，到底怎么办？这个地图怎么这么小？没什么地方可以躲啊！没什么地方。担心。跑。跑酷之眼，跑酷之眼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跑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！他
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认错人了，你认错人了。阿梦娜，看到吗？繁星，我又来了。跳一下，哎妈妈妈！米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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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米菲开米菲开米菲！我不是繁星，我不是繁星啊！哦，搞错人了，不好意思，繁星，砍死他，砍死他，砍死他！繁星，哎，你怎么没有被砍到？哎 ，Q Q Q， 你要 Q， 你要 Q， 你怎么没被砍？有了，是他没有发现你，他没有发现你，是。他没有其他地方啊，他这个他没有什么地方、欸、真的很小，也暴富很小，好不好？小弟弟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啊，人在哪里？这两分钟，怎么这么久？魔扣人呐、啊，魔扣人呐、啊，他们还加速二啊！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去抓别人，你去抓波波，你抓波波，波波肯定更香，波波肯定更香。我不香，我不香，我不香，我不香。米菲，米菲，你去弄波波，波波，波波，弄一波波，波波可以打了，弄一波波可以打。打波波，打波波，打一下波波，打一下波波。剩两个，剩两个。蚂蚁，有那个水鬼，全部都把水鬼了，打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我红了，剩下一个绿灯，剩下一个绿灯，剩下一个绿灯。哦，爸爸。哦，爸爸，我们都红的好好的，你怎么就没了？我被解救了。这一关好像比较小一点点呢、欸。小很多。啊，那鬼只能加速一了。这个太小了，哇，鬼只能加速一。嗯，好可怕的地方哦。但是它蛮多墙壁的，所以应该蛮适合墙壁鬼。嗯，墙壁鬼，墙壁鬼模式。嗯，对啊，墙壁鬼啊、哦，碰到墙壁你才会变成红灯。红，对，哎、啊，记得好像要看向墙，如果你没有看向墙，有可能撞失败，可以多尝试看看哦。好的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小雨，哈基，小蚂蚁，蚂蚁当过了，蚂蚁当过了，小蚂蚁，蚂蚁当过了，换我啦！耶，青山黑羽双蛋怪，青山蛋怪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人偷打我，哎，打我哈 ，biu biu， 看到了，不是我打我。这样子打鬼耶，好扯哦！那真的不是我那个。来，我们那个各自跑哈。好了，方法已经红了哦。那里人很多，那里人很多。啊，小雨现在我跟他进去另一边。你拿白的。对，手可以拿白灯哦，手可以拿白灯。拿白灯，你看墙壁就不会出事。嗯，哇，这个出不去啊！有哈基追，哈基追，隔二楼是一个死路啊！哎、欸，武器换了，可恶！哇，都在另一边，都在另一边，剩三个绿。什么？是，都在小雨你的，都在小雨你的。我看到两个。可以。三个都在这里。秒杀他们。我来了。我们也来了。统统都来了。啊！你怎么前面也有？你怎么赢了？一人一只，哈基。哇！剩两个绿。哎、欸，有剩一个绿。孟娜就剩你了，孟娜。孟娜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强了啦！好好玩哦！你不是倒了，怎么会觉得好玩？太多人啦！我知道这个模式，这个地图应该就很适合那个啊，自由灯了。对，
自由。哦，对，适合适合适合，因为地比较小。对，地比较小，这样子有没有自由灯就感觉比较合适一点了。嗯，好惨哦，好惨。超快惨的，好好笑哦。有，我们可以那个限制绿灯30秒可以绿一次。好，对，就是你红灯，你要自己救自己，你也只能每30秒救一次而已，好吧？没办法持续的救，对。好，那就再来咯。好的。会不会没有那么秒杀呢？哎呦哎呦，没当过的爸爸孟娜，多一个小也可以。当过了。没关系，继续玩看看。不然选好累哦。OK 啦，两星。安全两个新的，一个老的。自由灯呢？我们怎么可能输？你爸好像讲的太早了。我有点怕。想想哦。手要拿白，手要拿白灯。不是，他真的能够走的地方很少呢。很少，而且他很多二楼都死路。他多一点跳上去的嘛。对啊，都没啥路呢。出来玩！哎，怎么没死？啊，你怎么偷偷摸摸的？安怎么没死？安怎么没？啊，我差一点哦。差一滴哦。怎么没死？楼上的，快点下来，别再跑了。来玩哦！哎呦呦呦，撞到了！吓死我！干嘛啊？月月啊、好可怕、啊，爸爸！哎呀，团团一滴血，梦奈蚂蚁已经死了。蚂蚁输了，蚂蚁好吗？啊，那又是你啦！哎呦，你怎么又在这边？红灯剩余三次，也太惨了。哟，嗨，嗨，还是我带你有门出去。好啊，等我。好，等你。哦，我的音呢？亮了！我要去找那个亮亮的。我这边 OP 点位 ，OP 点位 ，OP 点位。你 OP 吗？怎么亮亮的？我现在那个几乎都是绿灯哦。你不是 OP 点位 ，VOVO。啊，不是很 OP。我会打你吗？你这没有墙呢，你这没有墙呢。哎呦 ，biu biu 还敢绿灯啊 ，biu biu。没有红灯了，被呛了，被呛了。啊，我还敢绿灯？你的血太惨了，你怎么不见了？我觉得只能努力争取时间就对了。音乐在我眼前消失了欸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有密道？音乐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他突然就瞬移走了欸。我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有密道吗？音乐？好酷的吧？流氓团团，这是系统 bug 呀！系统 bug， 不见了。为什么？音乐贴墙？为什么？是环境过了？为什么？我怕了，对不起，没有要救可啊，你速度比较快啊，救可不了。哎哎，全部，哎哎，谁是谁？哦，哇，我好怕。团崩云巧，全部都红，全部都是红灯死的。没有注意到，你怎么会来接你？刚有 bug， 刚有 bug， 你们互相黏过去，我怎么都想。对，他直接瞬移不见，超怪的，就是一直在那，一直贴墙，一直红灯状态，然后突然就瞬过去了。所以你红灯状态穿墙就会移动到别边。好扯。月的那个也不知道是怎样，突然就不见了。我就。用个红灯，然后就直接被拉到波波旁边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好神秘。我们给鬼那个武器下降一点伤害，好吧？这样他要多砍几下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来哦 ，TTF 哦 ，TT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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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我们其实只能红4次，也是蛮少的。对啊，加油！这张地图到底能否成功呢？
真的耶，这样太难躲了，好难哦。是不是一个无解的一张呢？你们在哪？没在哪？太在这，我在这，在波波那边，在波波那边，你找波波。他应该多打掉一些窗，让彼此可以互跑。对啊，可以破窗出来。